希望你不要。来，我看到了，好了，来和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好的。Hello， 大家好，各位天天超喜欢的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刘令姿，我是真的很可以的 ，JPZ 曾肯尼。哦，肯尼，我记得你那个动作超 A 的，就这样的，但我学不来啊。来，我教你，擦擦，你来。不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担任我们的超级福利官。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们很多喜爱你们的粉丝和我们的宝宝们送福利了。好，话不多说，反而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叫做十问十答啊。我们有十个问题要问二位，然后希望二位呢在五秒钟之内就要做出回答。前九个问题是我们三位向你们发问，对，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会从所有网友在我们弹幕当中刷出来的问题当中选择一条向你们发问，好吗？好的，天哪，五秒钟之内有点吓人啊。Okay。那你回答的得快点哦，两位都要回答哦，快问快答哦，好紧张，好紧张。这个问题是，请问本次舞台走的是哪种风格？美丽，唱跳风格。每一个说美丽，一个说唱跳 ，OK。美丽的唱跳风格，好，来第二个问题，请用一句话点评你们将在618超级碗的舞台上的表演，一句话，一人一句话。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舞台，大家待会儿一定要看哦。好，肯定呢，蛮漂亮的，就是、哦、蛮漂亮，好简洁，蛮漂亮的，应该加个这个动作，蛮漂亮的。耶、yeah ，漂亮。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有你二人中，觉得自己最与众不同的点在哪里？哎，就是我们一七二 girls 这个团体当中、对，一七二 girls。对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哪里？是，我觉得我是比较能，比别人更能熬夜吧。啊，不更能熬夜、哦？但你皮肤还是很好哎。对啊。令姿，你一般几点睡觉？我这几天好像都是三四点多，四五点的样子。四点多。那你怎么保养皮肤的、啊？我也不知道。天生丽质吗？晚点起，晚点起。天生丽质。嗯，保证睡眠时间。好，下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两位，可惜还没有回答。哦，对，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点？比较高吧，比较高，这个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啊。对，比较高，嗯，可以可以。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想问两位最新发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内容？我最新发的朋友圈，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在拼迪士尼的乐高积木啊！我看到了，我的妈呀，这是我第一次拼，然后我在拼之前，我整个崩溃，这整个傻眼，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拼。但是我昨天拼了一晚上，我特别就是能够 get 到其中的乐趣，还有那种成就感，什么乐趣呢？什么乐趣？很好玩，怎么说？就是当你看到就是全部都是碎片，但是就在你自己就是去一点点的拼，然后把它拼凑成那个模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成就感，就很快乐。对，我懂了，我懂了，从无到有，全部靠自己的双手去把它一个建造的，就是一个成就感。好，好，好，来，我的那下一个呢？就是你说，令姿还没有说，我是对，我是应该是5月31号那天在长隆，我发了一个定位，然后发了一个我五个舞台的照片，对啊，一个回忆可以说是的，是的，还记得上面是怎么写的吗？我写的是一个都没落下，对，一个都没落下，嘻嘻，哇，你记得好清楚，给我给他点赞。哎呦，你们俩感情真好啊！好，看来你是有偷偷关注我，我光明正大关注我，偷偷关注你们两个，好，而且还是星标好友，我看出来了。好的，下面呢就考验你们两个人的默契了啊，然后就是要说出对方身上你不能理解的习惯或者是怪癖。我先，就是说。曾可妮为什么可以总晚上吃小火锅吃辣条但从来不长胖？我太不能理解这种体质了，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吧。不能理解。那可妮呢，你有什么要问令姿的？我觉得太好了，我现在就是跟他相处久了，我都能理解了，就没有不能理解的点，都能理解，就什么坏习惯都能接受。对，什么叫相处久了？那之前如果我们相处的不是太久的话，那会有什么你对呀、那个时候不能够理解，感觉好像很多那个时候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令姿对于就是吃东西他其实也有他的执念，比如说他其实自己是不会吃的，但他其实胃口不错、但他就是为了保持身材、他会强制性的让自己不吃。那么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他经常就在旁边，就是像那种小狗狗的眼神，就那种
又不能吃，但是又很想吃。我那个时候比较就是不理解他这一点，但是就是因为一起生活久了，我就知道哦，原来他是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身材，然后他会每天控制食量，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所以就都还好，就理解。那我想问一下哦，那肯尼为什么太厉害了吧？那我想问一下肯尼啊，那为什么你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要在他面前吃呢？我也是令姿不在那边的呀，我原碰见了，就是在刘令姿看不见的地方，我吃的更猖狂。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然后您弹幕里，我们弹幕里边也说令姿你不胖，你要多吃点，好好保重身体，身体也很重要。大家一个秘密就是，其实这几天我还是胖了那么一丢丢的，胖了多少？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这是秘密吗？就是这是一个秘密，粗略不计，我告诉你。好，我们来问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是跟我们六幺八或者是平时我们在网上购物是有关系的啊。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购物车里什么品类的东西最多？来，二位分别回答一下。我最近因为就是在整理粉丝就是送给我的礼物，然后加上因为我们不是比赛比了差不多快半年嘛。然后我的家里就是说都没有打扫，其实所以其实最近我的购物车里全部都是家具，包括一些日用品，当然有吃的，辣条啊之类的也有。辣条，辣条也是出圈了。啊，所以这个生活用品会比较多一些。对，因为要整理家庭啊，家务。令姿呢？令姿呢？其实我刚刚真的我还在刷那个TMall 这次的活动，因为我也是活动力度很大。对。是的，我妈妈还让我赶紧下单，她就说你再不买就来不及了。我这两天也是我在整理家里面，然后我这段时间购物车里最多就是家具，然后我这几天在看茶几跟电视柜。你们都要买家具？我待会儿我真的我直播完了之后立刻回家接着刷。我也要接着刷。你在这个我们的淘宝当中或者天猫当中本次活动里面搜什么？红星美凯龙啊，进到我们这个家居的旗舰店当中，很多款的家庭家具啊，而且最新颖最时尚，可甜又可咸的，供二位去挑选就好。是，说不定有机会赠我们猫超买，对啊，说不定猫超好。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是六欧八，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言而喻了。六欧八给一七二 girls 团中的姐妹们分别送礼物，你们会送什么呢？我想想啊，如果给我给他们三个送礼物的话，令姿的话，我应该会直接就是拉他出去一起吃个饭，对，然后子涵的话呢，我可能会送他一个就是那种随身可随身携带的睡袋。因为子涵真的就是很容易穿瞌睡的人，然后的确也很辛苦。所以说我会选择睡他，送他一个就是又干净然后又舒适的一个睡袋，这样子的话在外地的一些休息间呢，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燕妮的话，我们燕妮呢就是很臭美，然后就是很注重保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送戴妮的话，我应该会选择为她下单一整套的护肤品。这也太贴心了吧，太贴心了，好吧。有个令姿，你说说呢？令姿，你呢？曾可妮不用说了，就是美食就能抓住他。对，打算就送什么辣条啊、小火锅，已经很开心了。对，你看他听到这几个词的时候，笑开了花。然后呢，子涵的话，我会送他一个闹钟。闹钟。对。最近子涵这边送睡袋，您那边送闹钟，是想不想当好好睡觉？配套，就是也要好好休息，也要及时起床。了解。然后燕妮也是，她是一个特别会保养。我们经常听燕妮讲课，原来她会告诉我们你该怎么用化妆品啊，你该怎么敷面膜呀、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送燕妮面膜，对，也是护肤品之类。对。哇，真的好贴心哦！大家互相之间都很了解，送的礼物也是送到了大家心里，是的，刚需。所以说，他们在送彼此礼物的时候呢，就可以来领百万红包加猫超卡，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有很强的优惠力度。这样的话呢，你们送姐妹礼物的时候呢，又可以有折扣，然后呢，又可以拿到一个非常好的礼品送给大家，是不是？待会儿真的下了直播就买起来吧，咱们。我现在就买，怎么进？我的手机都要拿进来。这样子哦，你们先研究一下，对，先研究一下，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要呼吁一下我们
二位，我们一七二 girls 的两位，你们直播间的宝宝们也快到我们这里了，因为我们今天连续直播三个半小时，有50万的奖品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送给各位，是的，哇！然后我们那个天猫超级碗的抽奖页面抽整整1亿以上啊，哇！上亿的红包啊，人人都有奖啊，所以到这里来一定不会空手而归。另外呢，我们第二次发奖呢会在7:55会要把这个科大讯飞的50台啊，科大讯飞的50台2999元的翻译神器讯飞翻译机3.0 Lite 发送给各位。哦，时间快到了，马上到了吧？快到了吗？正好我们两位跟我们一起发，好开心哦！现在到了没有？哦，到了是吧？到了，二位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们也算是，你们可以拿手机出来一起抢，我的手机呢，一起来抢好不好？对，2999，对，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粉丝里淘宝一起来抢这个奖。对，淘宝直接搜我们，淘宝这样，淘宝搜我们的超级碗直播间，搜超级碗直播间就好了，是，有没有？好。然后就进去了，进去就可以看，就可以去，你可能就会看到你自己。没关系啊，嗯，你们一边点，你们一边说，我一边讲。好，我终于想到了，看到自己有点怪哈，开心。好，我们本轮奖品呢，就是由阿尔法蛋提供的50套价值2999元的翻译神器讯飞翻译机3.0 Lite 上阿尔法旗舰店，全店多少折？3折起，还有更多好礼在等候着你，大家赶快准备好手速，我们的马上开启抽奖。一会儿呢，屏幕当中会有一个弹出一个抽奖框。各位呢，一定要点击屏幕当中的小图标，才有机会领取到我们的奖品。而且要向各位强调的是，该店铺不支持同意 ID 重复中奖，以最高奖为准。所以中奖的客户一定要记得干嘛？截图。OK。所以一定要连续点击宝箱，看谁点的快啊！各位现在就可以点了啊！三。为什么我们这边是空白的？开始。稍等一下。来了没有？快点！快！到时间了，有没有抢到？恭喜刚刚抽中的朋友，在4月22日点击15和16号宝贝进入阿尔法旗舰店，联系我们的客服，直接拨入超级直播间，在链接当中进行信息填写，即可领取奖品。不然的话，太快了吧！对呀，丽兹和可妮有没有抢到？你们两个有没有抢到？没有，没有抢到，被卡到就是弹到就是黑屏。没关系，我们这边还有8轮，直播间还有8轮抽奖，对，可以一直关注一下。OK， 等着。OK， 这边的时候就来关注我们直播间来抢好礼，好不好？好，来，我们先问下一个问题啊。好，又回到问题环节。啊，这个问题说，如果发现自己家粉丝爬墙，你会怎么做？哈哈哈哈。两个分别回答一下吧。我会说，慢着点，别摔着。哎呦，霸气，很刚哦。挺好的，我就是觉得就是日久见人心吧。这假如说你明明就是很喜欢我，但是却爬墙，就证明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是渣女，你是渣男，哼！哦，两位都很霸气哦，霸气回应，厉害！好，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的看法了，那就是作为一名歌手，你觉得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呢？可以用100%来回答。嗯。好的问题，我觉得肯定是天赋是比较重要了，但我自己不算是天赋很好的人，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真的就其实还好，就是我对于我来说的话，努力会比天赋更重要。那100%是多少？就是天赋占多少，后天努力占多少？天赋30%。30%，努力70%。哦，好多朋友他们的评论也是跟你一样的哦。那可妮你觉得呢？哇，我可能会不一样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天赋和努力就是都必须存在，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运气也很重要，所以应该是3合1。对，所以对，因为就是假如说你有很好的天赋，你也足够的努力，但是假如说你一直就是遇不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没有一个好的运气，就很有可能就是你以上的这些全部都是白费的。所以一个好的机会能够遇见好的伯乐也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是，是不是很有共鸣？对不对？对不对？没错，很有共鸣，非常有共鸣。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配比应该是30%的天赋，然后30%的努力，数学不好，还有就是40%
知自食的运气，因为运，我觉得运气就是真的很重要的。对，是的，很好，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直播间抽奖，其实呢也是要看运气的，是不是？对。所以呢，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到八点钟呢，我们就会有百给大家，还有一分钟，两位手机准备好，对，准备好。我们一起点。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拼运气的时候。我们很卡耶，嗯，真的很。没关系，一会儿不是要你点了。对，是要到我们的天猫超级碗的页面去抢这个红包。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淘宝 APP 里面搜天猫超级碗，点开之后呢就会有好多大奖，我们会弹窗的形式来送这个百万红包箱加猫超卡。嗯，当然了，不要忘记回来啊，点那个报纸回来。好丧啊，太卡了。太卡了，没关系。来，我们继续来聊天，好不好？好。这个下面一个问题呢，你们二位分别觉得自己哪一个部位最吸引颜粉？颜粉，应该就是哪个部位？这个颜啊，这个颜，这个颜。哎，别的地方也算颜粉啦，但主要是看你整体。对啊，我觉得大长腿。对啊，我刚刚就想 Q 你们的大长腿的，对，也是颜啊。但看你们自己的想法，看你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整张脸，对不对？因为好看没办法，对，你得要组合在一起，好看才是好看的。对，也是啊。太棒了。有人说刘令姿的锁骨，你们给我们看一下嘛？就是这样就不给。还有呢？奇怪怪，肯定觉得呢？我有颜粉吗？我觉得就人家说了可妮的腹肌，我是那可妮的颜粉。就我的话，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五官比较满意的是我的眉眼，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喜欢。可以，你有个镜头超 A 的，就是你的眉眼如画的那种感觉，然后眉毛画得很挑的那种。我特别喜欢就是自己眉毛上面的两颗痣，因为这个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一颗，我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眉毛上又长出了一颗，所以现在就是眉毛上面有两颗痣，是后来又长了一颗，以前是只有一颗痣的，在这里现在是前面又长了一颗，就很神奇。天哪，对，天哪。好，因为现在还有人说恶魔妹妹满面膜那时候真可疑的眼上痣。眉眼如画，想到一起了，是的，想到一起了，可以可以，可以，你的嘴巴也很好，粉丝们都很了解你们。哇，我觉得他们整脸都很好。来吧，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最不理解别人对自己的哪个评价？我好像现在都能理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我觉得都能理解，都能理解，没有什么不能理解，都能理解，都能理解。我很不理解的是，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用我的表情包？因为好啊，因为有反差萌啊。但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算是表情管理比较好的人。哦，真的哦，真的就是舞台上，对。但是我发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亲戚朋友都在用我的表情包，然后还有就是刷朋友圈，其实有很多都没有看过节目的人都会用一些就是我哭得很丑的照片就是发朋友圈，我就真的有点令人窒息的感觉。窒息？你会给他们评论吗？啊，我就说图上这个人有点眼熟呢。好可爱，证明大家都很喜欢你。肯定，我跟你说，经过今天晚我们的连麦，你明天的表情包会增加一倍。他不敢动了，对，你宣传了你的表情包。哎，怎么卡了？卡了！原地冻住，一半屏幕卡住。刚刚我们问的是我们这个帮粉丝问的问题。刚刚马上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在弹幕区当中随机选择的一道问题。好，来看一下。哎，这个问题蛮好的。这个问题是，你也问一个吧。好的。这个问题是，哎呀，这个问题很火。问刘令姿的，对于叫姐姐这个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说先报上你的年纪吧。哦，跟我一样，人家要叫我姐姐，我就会问他。而且他那个气势特别厉害，先报上你的年纪吧。对啊，一直很霸气哦。我叫，就是最近，就是之前我回家的时候，还有叫我阿姨的呢。我就是有一些怀疑了。哎，你说很好哎，你说从来都没有人喊我姐姐，大家都喊我小学鸡。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问肯尼的啊。来，这个问题说，这个很厉害啊，说
对男子汉哭什么哭？这句话有什么想说的？啊，我肯定可以解释。首先，先不说别的，男子汉为什么就不能哭呢？虽然说有一句话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你说我这个眼泪它已经蔓延到我的那个眼薄薄了，那我怎么样才能，难道我真的就是像偶像剧里就是说眼不流下来，抬起头就为了让眼泪 不流下来，或者是说我要流眼泪我的倒立这很不现实嘛。然后的确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动真感情，而且就是泪腺有一些发达的人，我很容易就是被触动易感。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爱哭这个毛病是得改，男子汉是可以哭的啦，真的是的。对，不要给男生太多压力。行到同时我们就要真情流露。你有哭过吗？当然一天哭八次。我八次刚刚说没有抢到礼物就哭了，刚才我们刘老师都肿了。那我们要赶紧就是抢几包纸巾备着。你怎么知道？我每次TMall其实做任何活动，我买的最多的那就是抽纸。今天我们中午还在分享。对，因为一定会用到嘛。那下面呢？其实我觉得，咱们成团这么多时间了，这么多时日了，在粉丝们的关爱下，我们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那成团之后，一直走到今天6月16号，我们TMall超级晚，我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每个人心目当中肯定会有变化，会有成长，会有进步。我们二位分别回答一下。成长的过程可以慢慢想，没关系。就是比如说性格上面有什么变化，或者是心理状态呀、啊，对，讲一点就好了。我觉得就是实际一点吧。我是如果说是。我记得最开始我刚去节目的时候，我特别不适应用耳返唱歌，就这种，然后也很不适应在舞台上去找机位啊，因为。在我原来学校里我都是看着观众去演出，然后我回来之后有仔细看我第一场公演的时候，我大多数的视线其实是盯着观众的，慢慢的后来我才会说哦，我应该去看机器，我应该怎么去适应舞台上的耳返，这也是我一个成长上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成长哦，是总结和成长。我觉得可能是通过这一个比赛，然后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是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进比赛之前，我们都会有经纪公司就是保护着，然后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爱护着，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每天的问候。但是当你就是进入比赛之后，其实你就是在开始打仗了。你身边那些就又是朋友又是战友，就是你在里面，你要开始，不管你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那个比赛当中，你就是一个重新野蛮生长的一个新人。所以说，在比赛的这半年期间，其实真的就是一点一点自我调节，然后积累，然后跟朋友们互相打气，然后到了最后，然后就都变成了更好的人。所以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帮助你更多的除了自己以外就是你的朋友。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朋友的人，就是我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多愁善感，我特别到了晚上我会经常就是想很多，但我的朋友就很好啊，就来就约他晚上快吃小火锅，就来就是哎不要心情不好啊，走吃点东西，然后我就一吃哈哈哈哈，我就对我就一个伤感，对我就一个很简单的人，就所以也感谢这个比赛让我就是现在有了好多美女朋友啊，我每天刷朋友圈我都好开心。羡慕你羡慕你。我们轻松一点啊，我们轻松一点。对，刚刚我觉得这个话题有一点点的沉重。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刷屏的弹幕上面有提说，觉得令姿啊是有一门独门绝技。是的，独门绝技呢，建立在身材好的基础上。我们知道一般人呐、如果你手伸起来的话，比你的身长要长，说明真的。对，这个、身材非常好。比如说篮球运动员、排球运动员，他要求的臂展就非常长。对，我们知道，我们从小道消息知道，您的臂展有1.78米，对不对？哇哦！是的，就是当时预言吧，做 TMI 认证官，我们一起认证的一个臂展的长度，1.78米。所以我们想考一下你，你能够用你的右手转一圈你的头，然后摸到你的右耳吗？这个我试了，反正我打死当然就是哎。就是我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这个、你们让我这样好吧，可以，我
大家就一秒、哦、来来来来来，或者左手摸左耳也行，右手摸右耳都可以。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软哦，太厉害了，真的是。来来，我们靠近一点，看得更仔细一点。嗯、哇，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嗯！好，既然咱们平时经常在一起啊。这个对大家都会比较了解，尤其网友们对于你们也非常了解，喜欢你们的宝宝们也非常的对你们特别的关注。我也超想要了解。下面一个问题是问肯尼的，那肯尼身材这么可人，而且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你是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材的？快说一下，分享一下啦。就其实保持好身材非常多，我比完赛之后就是回来之后非常多的人都在问我说，哎，你可以出一个健康的、不是健康，你可以出一个健身的，就是一个教程吗？怎么样？其实我最近有在整理了，我也想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然后就是好好的就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情，因为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的。虽然说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有一点点贪吃，然后呢，我其实吃很多，但其实我运动的也非常的多。对、哦、但是这个运动一定要是正确的运动、嗯、你不可以不正确，因为不正确你会受伤。所以说我想就是说也就是最近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好好的整理整理，然后就是详详细细的就是告诉那些就是对我有好奇心的宝宝们啊，等一等我、就是系统一点。那刚刚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刷屏问你问题说，那你既然很喜欢吃，身材又这么好，吃辣条对于好身材有帮助吗？靠辣条管理身材，对身材管理有没有什么用我不知道，但是它可能对皮肤不太好、哦、就是刚刚我们也会加重负担，但是它对心情会好，对不对？吃完辣条整个人心情会好。就是你知道常吃就是油炸食品辣条脸上会出现什么吗？其实你的皮肤，你知道会出现什么吗？出现笑容啊！对，好啊，二位好姐妹、姐妹花来到我们的连麦的现场，我们下面要给你们做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叫做默契问答。OK， 默契问答，好不好？好。这个默契问答呢，和我们之前做的默契问答都不太一样。是的，主要考验的就是表情，对表情，还有。一些语言习惯呢、啊、一方面考验到你们平时的观察，第二要考验到你们的模仿能力，简单的难度加大了，有没有？哎，对，来，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开始。准备好了吗？来，第一个。第一个问题是，请两位同时模仿金子涵的表情包。是的，我来吧，一二三。子涵，好有默契哦！表情怪不得要做睡袋，对对对啊，都很懂他。好的，我们下一个就是呢，依次模仿 LGR Girls 团中其他姐妹的口头禅，选一个你们觉得最有特点的，然后最记得住的。可以，那个子涵，我先说子涵吧。子涵他其实他的口头禅，他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反应，一个字，就经常有可能会讲、给子涵讲很多事情，子涵啊，他就会这样，好啊，就是这个声音，他就会啊，就很可爱，就是经常听，经常听，觉得哇，我讲了那么多，他就啊，但是就真的超级可爱，就他的口头禅真的是很，哎，这很可爱的反应，对，这个观察挺细致的，肯定的。我对燕妮会更熟悉一点，燕妮她就是特别喜欢说，宝贝，宝贝来，宝贝吃东西吗？哎、宝贝你要过生日啦！哎，宝贝我给你订了蛋糕，哦，宝贝我今晚不去了，你把蛋糕要好好吃掉，就这样。对，他会说宝贝，我告诉你这款香水最适合你。对。而且燕妮的嗓音就是比我要温柔特别多，她是宝贝吃东西吗？是这样啊，对。但是我们前几天跟他连线，就是这个语调。但是燕妮就是真的，她很温婉，她整个人她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很漂亮，就很容易被吸引。好，下面这个希望你们二位同时作答，不要分别作答了。对，请说出幺七二 girls 团中谁花钱最大手大脚。三二一，贝妮，贝妮。哦，哎，这个看来是公认，因为他很喜欢护肤。来，下一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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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人中哦，谁？我们这样吧，我们来去来指好不好？不说了，不说我们来指对方，
看看是不是觉得自己也 OK， 觉得对方 OK 啊？你们两个人中谁最玻璃心？玻璃心，对，三二一，直。都那就说明我们两个互相行。我整个人，我整个人就是玻璃做的，不能碰，玻璃水做的，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玻璃心吧，就是还是比较多愁善感的那种类型，对对对，易感，易碎，女孩子嘛，总会有易碎感。而我生活当中遇到感容易有感触的是易感。但是在舞台上那叫易燃哦，舞台上讲是水晶爆炸，易燃易爆炸。好，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到ECR Girls 团队当中谁最会照顾人？戴妮吧，还是戴妍妮吧。哇，太温柔了，真的今晚一直被 Q 到。哎，那有燕妮真的就是身上姐姐感特别浓郁，就是会看到她你就想她对你一笑呗，你就想喊她姐姐，对，想对她依赖。然后燕妮经常就是会，她看你不高兴啊，她其实会主动找你聊天。对，谈话太棒了。今天呢，我们在8:30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江苏卫视和优酷我们天猫超级碗的晚会上，欣赏到ECR Girls带来非常精彩的非常燃的是什么歌呢？我们的表演眉飞色舞。来，你给我们跳一段吧。不会，人家在这儿呢，我不能现手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对，就是到我们的优酷和江苏卫视去观看。是的，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粉丝实现你们的愿望我们的互动环节了。想要Lingzi和Keni帮你实现什么样的愿望呢？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刷起来，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个评论来让我们的福利官帮你们圆梦。10秒钟，十、九、八、七，让我们看看他们想让我们干嘛。我们俩的愿望为什么是失败？二、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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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他们的愿望。对。什么愿望？有人说清空购物车，好，那就这个吧。晚安歌。好多哦，来，对这个吧，这个好一点。大家都想要谁的愿望好多，对这个愿望好一点。这个愿望是希望刘令姿用温柔的语气对粉丝助眠。对，就是他睡觉之前帮他助眠，想对他说些什么，让他快快睡着。那既然是温柔的语气，先让我清清嗓子。几点啦？怎么还不睡觉啊？赶紧睡觉，不要熬夜啦。晚安。哦，有被甜到哎！很温柔，我也其实，哎，我自己都害羞了。你很温柔，温柔还可以，还可以。其实，令姿也要早点睡，每天到4点钟。也是对自己说了，也是对自己说的。对自己说。好，我们粉丝也对那个Keni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对小小的愿望。用霸道的语气喊起床，对，就喊起床，霸道，霸道，对，霸道，就是说曾可妮自己起床都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曾可妮太爽了，你知道，就是我在那个长龙的日子里，我已经被就是拳馆老师们拉入了起床黑户，就是喊我起床得2到3个人，是的，真的假的？对，一个人根本喊不起来我。没事，他们会用什么霸道方式？你来写一写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很温柔，像Lingzi这种站在我的床边，Keni起来啦，满满正能量的一天又开始啦，开始。好，这是第一天，到了后面起不来就开始强制性拉窗帘，那个光一透进来就是要闪瞎眼，然后再配上温柔的声音，Keni起床了，温柔阳光的一天又开始了。好，到后来再起不来，开始咬我的床，就那咬。就这样摇，直接上。对，后来就没有办法，因为我玄关姐姐就是女孩子嘛，直接上床就是要掀被子，然后拍我，因为我真的就是睡死过去那种，可能真的是睡得很熟，对，很沉。对，所以你赶紧霸道叫起床，霸道的语气，霸道，这够霸道吗？这个声音，一定要调下去，可以霸道了，霸道了啊！好，来，所以呢，我们也要来叫起床是吗？叫起床，对，是霸道，来，赶紧，3、2，起床了，小宝贝儿，
快点起来，九名，一堆好吓人的，哪里大呢？可以。好，来欢迎我们各位粉丝，开心了吧？开心了的话，赶快来我们这边直播间啊、哦嗯！我们这边有奖品哦，快来！是的，哎，我们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满载而归。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二位和我们进行连麦，圆我们粉丝们他们的愿望，回答他们的问题。谢谢，谢谢，祝二位永远美丽，谢谢。